啊，翻嚟第三節啦，咁我哋呢節咧就講佛學。不過我想問你一隻，阿博士，你成日身體啲嘢，好多人好多留意喎嚇。咁我有好多暗款嘅，譬如我今日坐喺度都有暗款噶。嗯。第一個眼鏡，嗱，你睇到呢條木框嘅，好笑嘅，好笑嘅，係竹嘅，嗯，竹嚟嘅。哦，竹嚟嘅。竹嚟噶。嗯。用竹做嘅嗰眼鏡架，嗯、當然而家因為佢以前最靚咧就代帽架，嗯、但係而家禁咗嘛。係，因為貧藝族嘅族。代帽架靚嘅都起碼十幾萬一個、嗯、一對一個眼鏡架，而家唔俾做，但你係唔起眼嘅代帽架。而家嗰啲仿造嘅就有真嘅代帽架，好難揾到。嗯，因為代帽喺世界上咁多種龜類嘅動物咧。所有全世界專家未揾到代帽喺邊度生蛋，嗯、其他嘅龜生蛋咧揾到，係、嗯、代帽揾唔到，喺邊度生蛋，嗯、所以佢係好另類嘅代帽架、嗯，所以有啲嘢咧就係、是、我哋叫做暗款啦，即係唔係明款。老譬如話，我哋今日戴嘅翡翠咁啊，冰種咁咪貴咯。啲翡翠一般綠色喎，點解你呢個係冰種？冰種啊，冰種嚇。是少有的，即是靚的冰種，這個笑佛，即是你留心就知道，但是女人懂東西的，我們那些義妹，她們很限地的，有些，有些有錢阿太，她玩翡翠的，一看就知道，即是行家才懂的，這些，行家，行家，即是人的，一訓練的時候，我補充一下，上次呢，我們提過個心經的好處，那呢，就，要強調所有佢哋擺低嘅錢咧，我係將會只有用多，係做翻曬社會工作。因為點解要咁做咧？呢篇經文冇用㗎，嗯，擺喺度冇用嘅藝術品，即係等於你而家你喺嗰啲光亞鋪買個佛像，嗯，你未擺嗰時佢擺喺度，咪雜掛攤咯，百零蚊一個佛像仔或者一個關公，嗯，點解佢有效咧？所以你個經文冇力。因為你為了請呢篇經文捐錢做好事，我的心願亦都希望嚟請嘅人咧係有力，咁你嚟嘅錢咧，我一定要同你做咗世間最有效果嘅好嘅工作，咁變咗咧，佢嗰個因果咧就相應啦，起作用啦。佢喺個經文入邊嗰個叫文字波嘢啊，佢嘅含義啊，就起作用嘅一個幾另類嘅振頻嚟噶，即係話你睇到個電影或者睇到本書，睇到佢情節嘅文字，點解你會感動咧？就佢文字係有嗰種感染力喺度。但你唔係用心嘅話，梗係冇感染力啦。你又唔識字，啱唔啱啊？所以我哋咧就揸正嚟做嘅。佢啲人嚟請篇心經，我又做正耐。等佢啲人參加個大細燒台，咁佢啲台費咧，我將部分咧又做社會嘅工作。咁咧就變咗佢喺個宇宙咧起相應，即係嗰個唔關宗教嘅事，即係呢個力咧永遠都存在喺度有嘅，但你唔識用，你識用咧就不得了，係咪？即係你感動到你嘅朋友做邊行，感動到啊啲人要俾呢單生意你做，咁你咪成功咯。係點解你感動到佢信你俾你做咧？呢個難啊！信同唔信係一念之間啫嘛，係咪啊？都唔係㗎，佢有個潛意識㗎。啊，你係感動到佢幫你一把嘅。呢個深奧嘅深奧。尤其是同日本人做啦，張業信。係啊，日本人做生意冇個信字。佢哋有啲日本人生意，佢哋有經驗咧，佢知道你個人信唔信得過嘅。係。佢即係做生意做得耐啦，咁你都睇到嘛。係。另外係猶太人啦，猶太人又係好講信用。佢哋觀察㗎。猶太人同你做生意，起碼同你做幾年。觀察你的行為啊、個性啊，同埋試有啲嘢，佢會試下你，試下你個量度啊，試下你個忠誠度去到邊度啊。但係佢哋一信就信到底噶咯。嗱，佢經過試驗噶嘛，你唔知佢試咗你嘅。佢唔知，你唔知佢試咗你嘅。但佢雖然話信你啦，佢都有留一手嘅。佢哋個個都好精明。好精明。好啦，咁我哋今節咧就會講個神通啦。咁啊，第一樣嘢想問下，呢個世界有冇神通嘅咧？一定有啦，個個人都有，動物都有。人冇話唔係人嚟噶啦，因為你差唔多，你食個食物落嚟去分解嗰個就係神通嚟。
你而家你冇一個儀器學人類咁分隔得咁微細噶嘛？啊，分到門別類，水又還水，屙尿還屙尿，糞便還糞便，啱唔啱？邊樣嘢有用嘅又去注入你嘅身體邊個部分？嗯，你係咪犀利啊？你邊度有個咁嘅儀器擺啲食物落去咁樣分門別類法咧？嗯，又可以將佢自動排斥咗啲廢物咧？嗯，人本身就係大神通嚟噶，有曬動物都係噶。嗯，但係有之後咁啊點咧？你就係想問乜嘢咧？嗱，咁有咗之後，梗係可以做好多嘢啦，係咪啊？但係問題就係後邊有業力噶嘛？嗱，即係舉個例，譬如話有正負面，係啦，我哋聽講有啊，哎講佛好似係釋迦牟尼嘅，係佢個族被滅咗啊嘛，係個神通要救翻嗰班嘅族人啊嘛，但係救咗之後，嗰班人全部變成血水。哦，嗰、那個係木蓮尊者嘅故仔，嗯，唔係佢嗰族人，嗯，係佢遇到有一件事咧，就有人去殺一族人，嗯，嗰木蓮尊者話個佛頂你唔救咧，佢話誒救唔到嘅，嗰、那個力咧係改唔到嘅個果實。嗰木蓮尊者就唔信，就拎個缽出嚟，嗯，就將班人咧就攝曬入個缽入邊，嗯，就以為救到，但一倒出嚟咧就變曬水血水啦。呢個咧就係話，你嗰棵樹個蘋果未現出嚟，你可以唔俾個蘋果現出嚟，你喺嗰條捆度剪斷咪得咯。但到個蘋果現出嚟嘅時間咧，就唔可以扭轉話個蘋果冇咗嘅。佢成熟咗啦嘛，嗯，但你可以將個蘋果早啲借，嗰、那個叫喺個因果學咧叫重報輕受，即係原本你要死嘅，而家要你受傷斷咗只腳咧，咁咪就填翻條數，佢即係減輕咗個衝擊，嗯，就有呢、這個，但個報應唔可以冇，嗯，好啊，但你講神通就話唔係佛教嘅專利嘅，喺個宇宙本身有嘅力。你唔知喺耶穌教、喺印度教、喺道教、喺嗰啲邪教都有嘅。嗯，係本身人生存喺宇宙咧，你一出世咧就有呢個力。嗱，我舉個例啦，譬如話，卡心通，你諗緊嗰樣嘢，我一諗，其實就知道你諗乜嘢喎。咁啊，冇呢啲咁嘅即係。嗰、那個係最低層次，最低層次。但好啦，但點解？大家如果有睇佛經，點解佛祖告戒啲弟子唔好用呢種力呢？因為如果你冇修行、冇修養，而有一種力俾你咧，你係會黐線嘅。嗯。譬如話你喺度食飯，同埋屋企人聚會，突然間你諗到個細佬兄弟姊妹想謀害老豆老母攞身家喎，咁你好無人嘅，知唔知啊？嗯。你知唔知啊？莊子都有個察見冤魚者不祥啊嘛，係啊，即係話你望到嗰個井下邊，哇，望、啊、下邊條魚，其實唔係一件好事。唔係好事㗎，你一人你睇得太清明、太精嘅話咧，你就大禍㗎啦。嗯，咁你又帶嚟另外一種力俾你，除非你好有修為化解到不特止，仲、嗯、要接受咗呢件事之後咧，你又點樣化解咧？有咁嘅功夫咧，你就有用。嗯，好啦，如果你講話他心通，你知道。行落去酒樓酒館，你每日去飲茶，你見到隔離台對面台傾偈咧，原來對方有一個想謀對方嘅，你咪點做咧？你日日冇人啊！原來點解張彩彩咁撚撲街嘅，係嘛？哎呀 ，Yes Sir 書記咁，原來個冚家產原來想心裏邊先係鬧你，係啊！屌你話屌你啦咁係咪啊？咁你有咩人咧？係咪先？好啦，你再講宿命通。你佛門講六通，你他心通之後，你知道對方個心諗乜嘢。宿命通咧，你知道前世嘅事。到你一坐低，哦，你原來同你老婆同你父母原來前世係啲仇人嚟嘅，咁你好咧冇人。所以佛教咧就話佛祖咧唔希望弟子有啲神通，係對個世間冇幫助嘅。等於你再有學動物。嘅神通咁敏感，哇！那個鼻角嗰、那個嗅覺咁厲害，咁你唔使瞓喎，通街臭嘅喎。係啊，係咪啊？好敏感噶嘛！你乜嘢日日嗰個而家喺我哋嘅凡間，咁多殺戮，
即係見壞事永遠見多過見好事啦。唔係你周圍成座樓都有人日日劏魚、劏剩、劏雞殺鴨噶嘛，腥奔難臭啊嘛，你個臭過咁敏感，你點生存啊？所以點解個大修行人要踎喺山上咧？就係佢一落到嚟嗰山一半咧，已經頂唔順嘅。嗰五族惡世啊，嗰個層次，哇！屌你唔落得佢乜人住嘅？我哋蒙古人佢唔係修行，佢喺蒙古大草原住。叫入嚟烏蘭巴托開會，佢頂唔順嘅，佢頂唔順，佢咪走咯，騎撚翻只馬翻去。喂，我第二朝我早啲起身嚟啦，我再騎嚟。佢自己騎兩個鐘頭，即係唔喺度住啊？唔喺度住咪？佢住唔到，佢話呢啲唔係人住的地方，五星級酒店。原來佢嗰啲所有嗰啲牆嗰啲石啊，特別用啲大理石咧，靚嗰啲雲石咧，有放射元素啊。佢哋感覺到，佢哋感覺到，感覺到，感覺到，感覺到。佢話呢啲唔係人住嘅地方，我屌你俾出靚仗，佢翻去住蒙古包你，你有咩出靚仗啊？係咪啊？冇人得搞嘅。等而家你喺加拿大好嘅環境，或者外國住喺澳洲住好嘅環境，你香港翻嚟佢哋唔舒服㗎。我都係㗎，如果你長期即係生喺內地，你翻嚟點舒服啫？你住咗丁丁咁地方，人哋係咁咦？喺墨爾本都二三千尺，係咁出街又逼，逼係啊，出街又逼，所以撞到人係咪啊？你係唔舒服嘅，即係係嗰個境界。但你因為世間人咧，佢有個缺陷咧，習慣成暴流，即係你一習慣咗個環境之下咧，就等於瀑布嗰個流水咁大嘅力。你係習慣咗啦，你接受咗，適應到，你又覺得自己嘅行為都係正確嘅。所以啊，呢個係人世。所以你唔好喺香港住，你以為香港嗰啲嘢係即係全世界，其實唔係嘅。人世啱啱調翻轉係咪？人哋唔會住咁細。好啦，到你再收到有天眼通，即係睇穿牆、睇穿人體，咁你出街好冇癮嘅喎。睇啲女人個個靚女變一棚骨，係啊，全部白骨，係咪全部一棚骨？屌你，全部骷髏骨頭喺面前養下養下，屌你你聽大眼王，嗰時你就大鑊噶啦。啱唔啱先？所以咧個神通咧係冇意思。但係如果你一出世有呢啲嘢，咁點算咧？佢會失嘅，有啲係，但有都唔多嘅，少少嘅啫。但嗰種佢有天賦人咧，就佢可以糾翻正嘅，即係有方法解翻佢嘅，因為係佢障礙嚟嘅。等於有啲人佢一出世，佢一望到黑板度啲字咧起曬蚯蚓咁噶嘛。同埋有啲見到顏色咧，係啊，唔同噶，即係見到某啲嘅字嗰陣時，見到某啲顏色，係啊，所以佢係影響咗佢嗰個智障啊嘛，嗰個文字障啊嘛，又係病嘅。但嗰啲咧有第二個功，有第二個功能咧好強項。但你點樣糾翻正佢咧，係另外一個學問，嗰啲好專業嘅。因為有啲人佢錯配噶嘛。即係錯體啊！喺嗰個內五行嗰度錯體啊！所以我哋唔好追求啲你人咧，做翻人有嘅本分發揮咧，已經係好好噶啦。做翻人嘅本分發揮，如果你一過咗龍咧，就危險啦。過咗龍咧就危險啦。好啦，如果或者你有啲比人哋叻啊，智慧比人強啲啊，智商高啊，讀書叻啊，咁又係災難性嘅喎。因為你個人驕傲咯，以為自己好叻咯。所以以前我哋年輕，你見好多細個讀書叻嘅人出嚟成就唔多噶。佢到時到後，佢由神童啊變緊咗戇鳩鳩噶。佢恃才傲物啦嘛。冇咗個人緣啦，反而佢個人中中地嗰種咧，佢仲可以虛心請教人。係嘛？知道自己不足。但如果唔係咧，佢撞板。好啦，但系而家我哋好不幸咧，就我哋國家咧就好多咧自以為好撚叻嘅人多。屌鄭林鄭娥嗰啲咪就係嗰種人咯，咁咪成個香港俾佢搞撚彎咁滯咯，啱唔啱先？係由佢上場搞撚冧噶嘛？呢三幾年。係啊。啊，一定。2019年之後咯，你諗下就好簡單。所以好撚大鑊噶，所以你個人咧有財冇德啊，死噶啦。所以佢去到咁上下嗰啲，譬如我哋啲兄弟以前。叫有啲功夫人都收斂嘅，唔想俾人知嘅，特登做錯嘢。即係講句少少秘密啦，我哋亂撚冇講粗口咧，都係保護自己，唔係希望你信我，佢希望你唔撚冇想，哎有屌你唔撚想信，哎咁啊冇事啦。係啦，呢個都係一個明哲保身之道嚟嘅。因為你行高於世，必招忌諱。
抵唔過噶。啊，同埋中國人有句説話喎，鬼神忌形。係啊，忌形嘅形嘅多咯。係啊，所以唔好人要識收藏嘅，抵唔過抵唔過，冇意思嘅冇意思。嗯，因為你喺個佛門最難，你就學到嗰、那個忍辱嘅心。佢六波羅蜜嘛，個忍辱行好難收嘅，即係喺白風吹不動。話人哋講你衰嘅，同你消業障啫嘛。嗯，你應該用呢個睇法嚟睇啊。唔係啊，因為佢啲低能嘅人，佢唔可以有水平睇到你啱噶嘛。譬如有啲人好似啊，以前有啊捧普京場喎，而家又唔知點啊？屌啊！我捧普京場係撐佢啊嘛。嗯。但今時今日佢變緊咗啊嘛，咁我梗要跟住變噶啦。我唔可以死我片頸繼續撐噶嘛，係嘛？嗯。即係有啲人你要接受佢係唔識轉彎嘅多世間。嗯、如果世間個個人咁撚叻識轉彎，個世界係和平啦，係係啱啱，個世界你要將嗰個世情咧，你係全部一正常嘅，個、世間係參差不齊噶嘛、共產黨咁大力都搞唔掂啦，蘇聯共產黨係都卒之要倒台啦，係咪啊？佢係咪倒台？佢俾個時代淘汰啊嘛，佢假假地都要玩翻個民主，係咪先？所以是一個很深奧的，現在特別是社會共鳴亂、你現在搞到用那些 AI 來走、走得兩行，現在研究到出來知道會很大鑊。是啊，你那些工種取消了，那些人怎樣生存啊？不用上班啊？誰個養啊？是不是用機械來代替，那誰個養啊？現在你只要查漏落單不用侍應了，你當手機那就大鑊了。昨天才看新聞， Common Set 都炒百幾二百高層了，是啊，很大鑊啊，現在的世界經濟衝擊，因為它很多東西代替到嘛，是啊，我計數使你計又要按，我又計算到出來了，剛剛快過你，是吧？但它會錯誤的嘛，錯誤的，所以我們連醫生看症遲些都用人工智能看，會死人的嘛，真的，你一定要看一看，但你要親手要睇嘅 ，double check 係嘛？如果唔係咧，你要累死人，累死人，累死人。所以喺個佛學最難嘅咧，就係話，你點樣去為之正咧，就最難嘅。佢佛門傳落嚟嗰八正道，嗰把尺喺邊度咧？呢、這個真係大家要知道把尺喺邊度。譬如我講《我心經》，大家聽啊，有個查博士短打嘅，我貼咗出嚟講到詳細，嗰、那個《心經》咧點樣傷點樣成、你而家傷嗰個《心經》佢表咧，由$50到$5,000都有嘅。咁你整個藝術鏡架，嗰框又要用靚嘅木嗰啲，咪貴咯。你有啲係三幾百喺大陸做嘅，$200+。我有個學生嘅就揾兩支木條夾住佢。設計咗少圖案就$30，屌！乜隨你自己點樣裝嘅啫嘛，係嘛？你自己可以講創意噶嘛。所以深奧嘅深奧嘅。咁啊，如果你做一個動作一個行為喺世間對人冇用嘅，就盡量少做。係。你就算對人冇益，對自己都要有益。等於剛才我講話你個藝術，你自己識得喺日常生活中點樣調動咧，你都係提高咗自己嗰個視野噶嘛。我視覺噶嘛，係一種學問嚟噶嘛。咁啊，但係博士，我哋係咪應該首先搞自己先至推己及人咧？正常啦，你都唔識游水，你點樣去救人啊？咁啊得個講字咯。你見到個人跌喺度落水，點救啊？但係而家世界係咁樣噶嘛，自己都未搞掂出去。個世咁係個世界嘅事，就唔關你事。因為你冇能力改變個世界。但你有責任要提醒。你提醒咗咧，就算啦。呢個係我哋喺佛學嘅守則嚟嘅，即係你唔可以唔提醒。你講完一啲人唔做咧，就即係正如我哋見到個即係中國啊呢個國家入邊有問題，我哋責任上我哋要講。即係嗱，俾呢個講，反而我哋就即係翻有過患㗎。係啊，就係因為你對個國家唔忠心。係啊，對國家唔忠心啊，係嘛？因為你自己都係中國人啊，你唔可以睇住佢撲街㗎嘛。即係你前面有個氹我，你唔好行啦，跌落咁佢行，夾硬行你唔出，你唔做。即係我哋講咧，都係基於呢個論點啫嘛。但你講到佢做唔做一件事，要講噶，呢個都係守則嚟嘅。
即係你唔可以見死不救啊嘛。即係等於我哋以前咁緊張，嗰啲抗疫出嚟，我哋猛教人點樣去擋佢咧？我講咗啲人唔肯做，咪有救佢咯，係嘛？冇計噶，但係好奇怪噶，我哋歐洲好多鬼都照我方法做咧，係唔使死嘅，所以佢哋成日都多謝我。嗯，因為嗰陣時有個時間咧，啲醫院唔收人噶嘛。係啊，意大利都唔收。唔收，英國人唔收，英國西班牙唔收，係啊，美國都唔收。嗯，咁佢用我嘅方法，咁佢啊厲害喎，真係過到關喎。嗯，因為我哋嗰啲古老嘢咧，古老人留低嘅智慧咧，其實唔係叫古老嘅，個宇宙邊度古老啊？今時今日你飲嘅水同幾千年前一樣，咁佢做得幾千年就一定經過好多嘅呢個測試或者係一啲挑戰，佢能夠企得住，一定有佢嘅理由啊嘛。當然啦，你好多人唔相信噶嘛，咁你又唔相信自己人體有咁大嘅能力噶嘛，咁啊多數都係驕傲咯，或者嗰啲井底之蛙咯。嗯，等於我哋話嗱，而家你中國俾個揸莊富貴嘅。我講俾你聽，你做唔到啊！你亦都唔捨得做，又唔想做，只要簽份和約啫嘛，唔使死啊！係啊，同台灣係咪？好簡單嘅嘢，好簡單啫嘛！誒，五十年不變啦，你大家冇撚搞住啦，啫係嘛？我話西疆西藏咁，你獨聯體啦，當你咁啊，你自咩自治獨立啦？屌你，你又唔好問啦，我赊借啦，你要聯合國攞錢啦，啊，屬於我哋中華聯邦啦，咁啊搞緊點？嗯，但係你唔撚做啊嘛！阿叉嗰啲廢地，唉，屌啦，畫條線闊啲啦，屌你！馬鞍線嗰條，屌你諗乜嗰啲廢地，屌你俾你攞撚埋，你整靚啲啊，大佬！喂，我想，我唔好話我想啊，我喺不打之上。喂，大佬，冇人住啊啲啊！送俾你嘅多撚魚啊！係啊，真係！我同幾個老友喺海參崴，同我哋蒙古嘅邊防啊，嗰度邊界啊，整撚咗成，屌你老，成百平方公里地啊！屌你老，送俾你鋪草你都死啊！係啊！嘥撚氣嘅，唔係講笑啊！真係冇撚意思噶。我而家自己美國個花園，屌你百十幾畝，即係300多萬尺。嗯，你話咩啊？阿明哥使一鋪草皮，我計計個草皮幾多錢一尺先？一計啊，屌你乜真係冇！我話你唔撚使鋪啦，有個原始咁咧，算撚數，有就有，冇就冇，好撚貴噶。屌你擺香港梗係值錢啦，幾百萬尺地。屌你擺美國喎，屌你咩頭都痕啊！嗰啲牧場幾撚大啊？啱唔啱啊？誒，達到比埋達特利都仲得啊！真係。騎馬騎撚到成個鐘頭都話自己嘅，屌你係咪？嘥撚氣嘅。所以世間啲嘢咧，其實負累嚟噶。嗯。但我哋叫做話喂錢得閒咁啊，整個大嘅花園喺度擺款嘅啫，又要嚟。我好文明噶，我嗰個 Cork Village Happy Valley 喺蘭卡有一個啲花園。因為你玩到嘢得閒咧，你又將佢要嚟做研究，即係玩啲種啲奇花異草啊，咁啊做下研究咁啊舒服咯。誒，嗰啲好多嘢玩嘅，多嘢真係好多嘢，嗰啲好多嘢。多好多嘢玩。即係嗰啲要你個條件多。喂，你有時間有經濟能力，你先做。你唔一定自己落身玩嘅，你玩咗俾人欣賞，或者玩咗將嗰啲新嘅構思咧，去傳播俾其他農民。改良啲品種啊，俾人哋種啊，賺錢嘛。我哋嗰度都係用咁嘅方法。多嘢玩嘅，多嘢玩個世界森羅萬象。係啊，你識玩好多嘢玩。你識玩呢個世界好有趣，係咪？多嘢玩，多嘢玩。係啊。嗱，今日好開心啊，博士話即係傾到真係天昏地暗真係。咁啊，大家記住啦，嗱就我就有一個少少嘅出發口咁啊。係，下個星期繼續。下星期就禮拜四啦嚇。係咯係咯，禮拜四見啦。希望下個禮拜四咧，世界報告一個好消息。係。大家台友網友台友聽住，我7月3日咧有個節目喺新城電台。係。係封煙節目嚟嘅。係。9點至10點。係。好人好事，又用茶博士个名字出街嘅，咁大家到时捧下场咯，咁有啲人咧可以打电话上问问题直播嘅，好似我咁问。新城电台，新城电台吓，呢度卖埋广告。7月3日星期一，咁大家系第一次，跟住1、15，咁做4集，就讲翻我以前一生人遇到啲咩好人好事值得纪念，跟住有1/3时间咧。佢一個節目咧，成個鐘頭，留翻1/3時間咧，就答啲聽眾嘅問題，直接答。
所以大家就踴躍啊！唔係可以捧下場，咁啊可以捧下場。踴躍就打電話。因為慶回歸啊！唉，七月有有啊有啊，我哋特登係搞慶回歸啊！哦，唱好香港啊，講好人好事最好啦。係、哦、啊係啊，係嘛、啊？年輕嗰時個個都遇到啲好人好事，邊個幫我自己啊？邊個遇到啲貴人啊？咁啊講翻下唔醜怪㗎。係啊！啊嗰陣時哇，爭五蚊啊，交唔到學費啊，邊個借俾我哋交學費咁、啊啲事實嚟噶嘛，怕咩講啊？係啊，事實你都唔講嘅，即係唔使講啦，係嘛？好多謝大家捧場。好，好，夠時間，好，拜拜。梁錦祥工作室，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，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，坚拒自我审查，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，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。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 Patreon，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，守护自由言论。而我们在 YouTube 频道上面的每一节节目，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、分享、留言和按钟仔啊！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。